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今天要来换传奇殿堂的球员了。那今天是端午节，然后刚好也开到了潘武雄的兑换券。对，这边潘武雄的，所以我们马上就来换潘武雄吧。那这个素材的话是之前出的时候就已经有买了，那我们就把它调的比较接近一点。这个需要算一下，有点麻烦。怎么怪怪的？好了，那就把这两张给丢了，没关系了。如果换成这个，好，那就这样应该是最刚好的了。那这边就来换吧。我选择潘武雄。如果没错的话，应该是刚好一张。看一下潘武雄这边，好，直接来换起来。好，这个点数没有暴击啊，很普通。那就是刚好换到一张。潘武雄，那他是守左外野的。如果左外野有人的话，可以把他换到指定打击。哦，换到了。那这张现在还是60亿啊。虽然，哦，这张没有很多。还蛮爽，但是很贵，因为数值还不错。好，这样就兑换完了，之后阵容再稍微的改一下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订阅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